下来看是大卡乡，伫咧全国拢真出名的苦楝树隧道，花期正盛开。即阵嘛，吸引袂少游客前往赏花翕相。真侪游客拢讲，行入去内底感觉真疗愈。另外嘛，有网友家己伫咧半公生笑讲，行过即个苦楝树隧道了后，得个袂够再苦恋啦。这条苦楝树隧道位于六甲乡安关桥甲太保高铁铁道之间，每年的三月中旬开始开花，今年花期甲往年差不多，最近花蕊渐渐盛开，真侪游客拢利用假日前来促进观赏。红色男子也透露，心中长期有一名甲伊的查某囡仔，但是查某囡仔好亲像是对伊无感，总是感觉家己陷入苦楝。真水，啊，着翕吼，那我翕翕袂水。这啊，行行啊，空气偌好诶，还花足水诶啊！为伫埔竹溪南平堤防种植上百丛苦楝树，目前已经陆续开花，长达大约 2.5 公里，堪称是全台上长的苦楝树绿色隧道。苦楝树是高端的落叶乔木，每年三四月会开出浅紫色、白色的细绿花蕊。淡雅的花芳开飘散四周，增添一股令人醉心的春日气息。每年的四月，花蕊会开满，绿色隧道会渐渐染上淡紫色，相当的壮观。等到九月到十二月，则是会结成黄褐色的果实。新闻就来新，六甲乡采访报道。